熊黛林的预产期被曝光了，大概是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样子，两人都非常高兴和期待宝宝的诞生。七日晚，郭可颂晒出与妻子熊黛林甜蜜合照，素颜的熊黛林展露幸福微笑，身上的外套已经盖不住其巨肚。将为人父的郭可颂非常期待小生命的来临，留言等待人生新一页的到来。熊黛林是模特出身，所以即便肚子再大，手臂依然非常纤细，丈夫郭可颂则站在女方身后，十足甜蜜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